去二楼了，去二楼了！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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
我打到第二只哦。哇，连亏哎、欸！啊，我都不信。他进行已经锁链哦。我知道啊，可是我没钱啊。矿坑底下两只，这也没办法帮你。嗯，有了，你们可以帮我直接矿坑。哎呦，我的两只，冲啥矿坑哦？嗯，矿坑有两只，他跑掉了，跑掉了。等一下去处理一下。上去，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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上去啊！矿坑，干去很角落啊！哎，谢谢你送我金苹果。左边，左边，左边，就是左边。还 OK 吗？嗯，可以，可以。你要不要啊，国啊？我有，我有，哇！你也有。团团，给我死了，给我死了！垃圾又掉了。哎耶！谢谢你给我钱耶！我从刚刚说穷的，然后这边领红包，耶！穷了，你还给我拿红包？那这边还穷了，穷哎，给我红包耶！中间没有人去挖，中间刚刚生完，来不及，一千七好爽，都被气气走了，耶！嗯，大家都被红包气到了，气气气气，都没钱了，哈哈，真的。嗯，下啦，拿钱来很爽，爽啊！发光一下哦，气气气气，中间超多人，超多人，然后在中间，然后上了我要用一下，因为我一堆石头。现在 NPC 不是可以共用？哦，可以哦，不行啊，我记得不行，我记得是不行 ，NPC 共用不行哦，界面一直都，只是界面变成是很好去选你要什么，对，比较快可以买完东西而已，对。哦，我觉得附魔台那边好好裸露，裸露，耶裸露。好了，你们需要绿宝石买经验品啊。哒哒，这里有一颗炸弹，把他们中间炸一炸。对，中间可以炸。然后也适时的再去看一下他们那个附魔台有没有弄啊。嗯嗯，怕他们弄。他们读起来好像是有弄了。嗯，应该我们弄就一定要炸，不然保险箱吗？有保险箱，好，我去领出来给你们用。呵，嘿嘿，够左边 ，OK 啦，二阶了。去，哦，有一座天桥通往他们家了。我变正的了，哎呦哎呦，今天变正了，恭喜恭喜了！哇，你好正呢，怎么这么正呢？大正妹妹，大正。没有啦，刚收我红包那个比较正。哈！啊，两个都很正。没有啦，为什么？趁失明了，赶快看各位炸上啊！把他摔一波，他们有吗？有，很少。我来了，我来了。有了，我有钱了。你们在哪边？炸！我要上去弄稿子了。去吧。那个、啊、地狱门可以炸，发钱，哎，哇，反反六六六啊，马上就死掉了，还是直接侵犯到别人家里了。哎，我们有到对方的水母的路吗？有，哎呦，你干嘛对我们的那个箱子没有啊？我是看一下，这到底是我们的还是他们的？我那是雨月，这就是房子对方弄的。我来了。来，哎，我是不是？啊，这样你要过去那里干嘛？我想要丢个垃圾，丢垃圾，还是别问他好了。嗯，哎，出乎意料，给你一个出乎意料的答案吗？没完全看不懂。开心的跑到敌人家，不晓得地形。小安自己附近哦。哎，家里有一个，带他去。哎，云友忘记这个是要用手榴弹比较好，还是 TNT？ 那你上他 TNT 就好 ，TNT 就好。我换一堆手榴弹，我回等下回去再用 TNT 也可以了。那边。水母吗？水母的话，手榴那个 TNT 可以。嗯，只是 TNT 的弱缺点就是你死了就没了。哦，是啦。
这倒是真的。我的天哪，我买了两个泰山狗，结果他们放了三个箱子。我们用炸的。你等一下，先等我拆一下那个眼睛。我这里还有把枪。没有，他那个放出来那个没有用到，那不用炸。我要去帮你拆呀。他那个箱子没用啊。可以啊。我想，我想说，我买了两个，结果他放三个。没有，这高空作业好危险哦。那个我这里有一把强势，有人要吗？哦，强势哦。对，那个真好危险。日子消了，卖不出去，孤狼狈哦。等一下跟你买，等一下跟你买。有他们附魔台有用了。炸他们！果盘，你要不要丢一颗过去？我丢一颗过去了。OK， 炸一半，炸一半哎！炸到国王了他们国王现在受伤了。很多颗，很多颗，很多颗。哎呦，全部炸掉，全部炸掉，漂亮。OK， 好吧。哎，结婚生小孩。哎呦，我操！你掉下去了。没事，这是什么了？这个是什么了？哎，你旁边有神秘异形。太猛了吧！这样射得到？我刚刚整个就很抖啊。拿一点啊，反应掉下去，炸弹下去，来，振作振作，哎，这跑酷啊，好痛，我去高处一点的地方丢，哇，我会修哎，这边在补足，哇，吃完了是不是？我还有一点饿啊，我还很饿啊，好多剑士在说话，这个屠夫厉害。他一定是故意的，他一定是奸商。哎呦，他还在射啊，凶哎！屠夫一个黑人问号。我买一些食物放箱子，那你就把食物送他，对，我送他了。大家都很饿，嗯，好饿，都要腰啊，没丢到啊，奸商屠夫啊！剩下那个我用挖的，我用挖的，嗯。小雨刚好捡到剑士吗？有，哎呦，他在射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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，你还要一个啦，送他东西。我们的龙鳞块，好，我去。好了，挖掉了。哎呦，然后第一门有一个过去哦。好。哎呦。哦，棒。哎呦。过来射，你过来射。Sorry， 推到你一下。被挤下去。哦，好痛。哎，糊了。这个。那等一下，我先挖眼镜哦。好，你先挖，没有，我在炸那个刚射你的人，你要不要顺便把上面盖的安全一点？你旁边，好，小心哦，看看可不可以再谋取一点分数。嗯，哎，不要再送箭矢给我了，我没有玩弓箭啦。好想你，好想你。我中间一堆人射不太到，我也射不着。然后我从上面射，堡垒有点。哎，偷偷买啊！我掉下去了。毛来就全部炸掉就好了。啊，不要炸！哎，我还是换天那个什么手榴弹好了 ，TNT 好。可以啊，手榴弹就可以远放。对啊，他们一直射，这样好麻烦。哎，所以龙鳞块有箱子，我们可能。哎呀，好险，我还没买。所以我刚一组不见了。今天的商人都很奸商哎。对。各种做生意。可以帮他们全，可以帮他们全部炒鱿鱼吗？他们在畅销什么？现在就马上来收回去。对，很快说现在最夯什么的，没收你们。啊，从哪来的？来收拾来买吧。很会赚，很会赚。多买一点吧。超夸张哎！很会做生意。最左边有一个往上。对，有点远，我射到他一箭就不行了。应该是要去弄那个。你们水母的人。水母。很爱我们哎、欸，不要啦！赶快，洋洋，快过去，把他炸下来，帮我喊一下啊！不行，哪里啊？上面吗？只有强势而已。对，那边有个蓝色的小水母，水母头上有人哦。水母隐月，小心哦！没事没事，我盖城墙，我城墙。水母隐月，水母隐月。你这种旅行商人，商。哎，他们都叠上了，他们都叠上来了。对，是两个人，然后两个人，哇，好死了。哇！他们直接叠上来了，被射杀了。嗯、哇！等下我没有那个、啊，哎呦呀！没有那个无敌。现在是
侧边之战了，是不是？有这样这样偷偷从这里女伤吗？偷偷的，可以去看一下。哦，杀死一个，还跟我离婚呢。王杰有钱啊！小雨超，小雨前面，小雨前面，小雨小雨对面，是啊。哎，我掉下去了！我自己掉下来了。你是怎么自己掉下来？是什么？没有，因为我们刚刚在验人。西瓜软日模，怎么了？赛场的东西啦，可以讲清楚、说明白吗？杰克、啊，玩狼人杀了，玩狼人杀有一个形式，你是玩上瘾了是不是、哦？这么想玩哦？哎呦，超大巨人，包油包油，很烫很烫很烫，很烫很烫很烫，让他推过去是不是？哎，嗯，哎中，来，嗯。下去了，哎，怎么谁招雷？他降了呢？降你不知道过去挖他黑？我要啊，可是刚刚我在跟一个人对对撸，对撸，你要跟你对撸啊，你就直接过去哦。哎呦，对对撸，中间大战啦！哎，你看我刚刚先躲了一堵墙啊，我现在是最富有的人呢。哇，好逆袭，恭喜逆袭，好励志。真励志，豪华，豪华，好强啊！对，你中间直接大招算了。结婚不用，不行，来不及了。哎，还用扩充啊？他超快，太快了。左边水母那边有人哦。右边有人，他上面有人，我在看他。对，很麻烦。我弓箭，我弓箭，我射杀，射杀了。好。看看没有。第三天，他们在开赌了。哇，奈奈被亲了。没奈奈，奈奈被亲了。被亲楚了，亲楚。那要去亲他们了。躲到你后面。哇，好多好多好多。一个橘盾就好。现在是双方都把钱都领出来了，对不对？哎，光哎，是吗？在哪？在哪？为什么射不死他？在岩浆。三件呢？他有吃金苹果。那个失效的我都把它弄掉了。哇，三个失效都被我弄掉了。我死了，我死了。加油，那失效就不是巧克力问题了，是不是？把他脚底炸掉好了啦。嗯。有够衰。衰的我都快忘了。上三人组是什么回事？哎，小心！他躲，干嘛？没事没事没事，他掉下去了。没事没事没事，有人头太大，那个时候，等一下等一下，我没有盾，我没有盾，我没有盾，我举，我刚刚想买。岩浆快乐没有小狐狸哦。啊，他只是在玩叠叠乐耶。他叠进家里了，他叠进家里。没关系，真正岩浆快乐没有。下去，好，走，赶快前进。谢谢。反应有一个人过去了，走了走了走了，有人在挖岩浆块啊！我先回去了。好，你先回去。哦，这边应该炸了稀巴烂，要停一下。对啊，我太我弟弟有一个人过来。弟弟刚刚是哎，有人在射哦，从那个家二楼，他们对面他们二楼。哦，家里有一个人哦，下面。嗯，偷袭我啊！哎，等，这个救。嗯，就你，你去炸，是无敌，这么没有，我在炸他的路，这么强啊！我痛，他没有发现，这个，哎，走开，换个鞋啊！无敌，你无敌，大家都无敌，哇！家里底下有一个，嗯，他要往上挖的吗？挖来，他上去了，那还有一段距离。小狐狸往家里哦。好。可以放我吃的吗？可以，可以。哪里？还有。没有哈基旁边。好。尽量吃，开心吃。嗯。我有里边炸了一个。有，我们在炸。哦，碎哦。我们在中间那个有一点，有一点下面啊，我们有里边。我们龙鳞块啊。哦，好。其实他们东西会正在被挖，你吧？哎，繁星，你看得到吗？我看不到，我在打他们。我看到了，龙门快，龙门快，还有一个箱子，没剩眼睛了，剩把揪啊！你应该先下去挖眼睛，这样比较安全。也是对啊，来不及。看不到啊，那位置不要打走，走危险的路。还少一个吗？来来来，少。
想办法挖吧。随时可以。哇，阴险！头上长这样，手里偷袭，看到，哪来的？那是隐形啊。嗯。你们楼二楼怎么了？在干架。看到，简单明了。我靠，在干架，简单明了，在干架。等下这边为什么少一格？你永远可以叠多叠一格啊。这边路。好，阿基那边有一只过去了，我躲起来。跑去哪？我要走啊！哦，原来他在那，他有一个在绕来绕去哦。我喜欢你啊！有人在射你哦，云月。有人想要到我们，哎呦，我们家三楼。是，我盾牌，我盾牌。好。有在干扰，都打不过去啊！六六六啊！再干扰一下，再干扰一下。我没办法干扰了。他爬上去，被打下去了，还被打出去了。那我就直接死了，他被我打出去了，一剑就死了。我本来就没有生。嗯，没问题。他好可怜啊，花了一辈子。我看不到了。对对对，好，走吧，继续。你的内内又被清了。用清，卷走之河，卷走之河。红包。